喂，呢盒咁大盒咩嚟噶？有咩好嘢？呢盒咧系日本运嚟嘅，叫北海道应满福袋。北海道，我而家都想北海道嘅歌、啊。有冇啲 inspiration？ OK， 我佢 pack 得好好、啊。系喎、哦。Yes， 满噶。系喎、哦，好多喎、哦。呢个我最中意。呢个咩嚟噶？呢个系个薯片上面有啲芝士酱，好浓好厚。哦。我平时喺日本拎翻嚟咧，佢就会溶咗，成手都系。咁阵间快啲开嚟试下。盐嘅拉面、用北海道深层海水，系咪真噶？我呃你嘅，其实佢系用北海道东面嗰个海域嘅海水。O K， 呢个唔系白之恋人啊！唔好理佢，我睇唔到。摆远啲。呢个话咩？酱汁？唔系啊，呢个系金酒嚟噶。金酒。即是那些、做日本sake那些、類似那些東西，這個是金酒來的，現在日本很流行的，女生很喜歡喝的。會不會減肥瘦身？它是美容美肌、這個好像有點common。是嗎？我喜歡吃的，這個給你。這個是什麼來的？這個是用了三種不同的薯仔做的薯仔粒。這個好啦，那我接收這個。這個好像挺吸引、其實裡面也有幾包，我再share。 OK OK。這個是芝士蛋糕、好像悶悶地，好理會。這個好像日本周圍都見的，有什麼那麼特別、日本很多這個味道，但是這個是北海道限定、用北海道士多給你做的，還有兩盒添，很重啊、這個又是薯片啊？這個不同的，這個是煙燻味薯片，還要它是硬身一點厚一點的薯片，拿來送給你就非常之好。北海道最流行的焦糖糖，這個是他們的牛油味的焦糖糖。最後這個我不想說，放下吧。你想吃哪樣先呢？你最喜歡那個。好，我也很想吃。只有三包那麼珍貴的，珍貴。好好吃啊，不如吃完這個。好啊。它裡面呢有三種薯仔，黃薯、紫薯、白薯。好脆啊，這個而且很鬆化、紫色是脆一點，然後黃色是沒那麼脆，然後白色的薯仔味好最好。哇哇哇，真的很煙燻味，是啊。好香啊，一人一包，你在死在聞。都是要去送酒的，我去拿酒喝。要喝飲酒了？OK， 那我帶佢翻屋企啦。